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丁字裤。这是老人在穿的，我们小孩子又没有在穿，而且我们穿内裤，屁股还遮的比较多嘞。我们要代表蓝屿去参加这个比赛，所以我们蓝屿出去穿内裤。对。对。今天开学第一天，为什么要迟到？有什么穿拖鞋来学校？马拉威的爸爸现在在。在台湾工作，他说他去台湾买一个新鞋子给他穿。我农业那我专业。爸爸。我穿不下。这脚你自己画的呢。这个是我三年级记的，我这次记得是用白色的画纸记的。我觉得他们动作做得很好，可是他们心里好像少了什么。已经多久没见你眼睛里的那片海？我从来都没有说过实话，我根本就不喜欢这里。要抱人，那么快挂绣，再抱上去啊！来到了地之外，我想从早开始，你可以帮我吗？Mm-hmm.